侯友宜今天一整天都在云林冲支持度，除了县长张立善跟部分区立委提名人张家俊从早就陪同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老县长张荣卫在下午拜庙行程也现身，亲自迎接侯友宜，也被解读地方派系正式归队。来听一下稍作访问。基本上大家对侯友宜印象拢相当好啦，我是感觉吼，又适合担任咱总统的人选啦。哦，尤其是哦，伊的个性哦，会用性命来保护咱的台湾人的安全呐。我全力支持侯友宜。过两出国啊，过两出国，哎。啊，但是要选停侯友宜。嗯、我唔知啊，我唔知啊，我唔知。我刚刚来听这，但是刚刚。无啦，伊出国等下才可以来回答好无？好，谢谢啦。你较少无？啊。我当然是一定爱做成分。你讲，伊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，哦，啊，伊临门一脚吼，我相信对侯友宜有相当大一个帮助。张荣卫表态力挺侯友宜，不过谈到先前大力相助的鸿海前创办人郭台铭，最后是否也会力挺蓝营，张荣卫显得有些尴尬，还说郭台铭回台后让他自己说明。而云林张家回归，但包括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态度还不明确，以及南投县议长何胜峰已经讲白不会回国民党。